跟直播的朋友打个招呼吧，我先。看见了吗？觉得胡夏帅的扣个一呗，粉丝们，谢谢金钱家具，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啊，么么哒，来，嗯，看你的 idol 可帅了，一会儿主播就不能讲话了啊。谢谢大家送太阳，谢谢送棒棒糖那个太阳花，谢谢太阳花送棒棒糖啊！哎呀，谢了谢了谢了！谢谢大家送的棒棒糖。看你们偶像帅吗？觉得帅的扣个一呗。大家觉得胡夏帅的扣个一呗。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谢谢大家的点亮。然后直播还没有正式开始。奶一下。欢迎娜娜进入直播间，然后我们先，直播正式开始了。好，让我们来欢迎胡总胡夏。哎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哎，这样说话可以收声了啊。可以收声，每次胡总都很关切我们的这个节目效果啊。首先，我们来请我们的胡总给我们所有的影视新版图跟我打个招呼先。好，影视新版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欢迎，那这次呢，其实来啊，有个特别的意义，因为3月1号是胡总的生日啊。是的，所以我们在场的全部节目组朋友来掌声一次吧，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谢谢。对，这次选择来成都过生日啊，为什么会选择在成都过生日？我很好奇这一点。为什么要选在成都过生日？您是广西的。这个要问这个我的好朋友于大淼了，这是我这次就让他请他帮我挑的地方，啊，然后因为我也很少过生日，其实我上一次过生日应该我去年好像没过。上一次过生日，去年就是都过每年都生日，但是都没有就是象征性的去过过，比如蛋糕啊什么。对。啊，我不太对，平时。如果说没有这样的机会，可能会自己，我会不太会自己过生日这样。对，这次会和很多粉丝一起过生日。现在的心情感觉怎么样？还蛮紧张的。紧张的不是我过生日，主要是今天答应了他们家唱新歌。对。然后新歌我还有点慌嘛，不是说没练好，就是说每次第一次唱的时候，第一次，好家伙，嘴都瓢了。每次就是新歌第一次唱的时候，就会有点紧。对，这个我觉得没法为人。还有这样，其实我们胡总来成都不是一两次的这个概率了，所以我们先聊聊生活吧。就是这次来成都啊，你想想有没有特别期望吃到的美食？成都吗？嗯，我不记得我每次来都吃，好像对上次来就吃了。据可靠人士跟我说，你特别爱吃烧烤。大淼的兄弟同事说特别爱撸串。还行啊，但是最近因为减肥嘛，所以吃的比较少。分享一下减肥成果吧，我觉得就是这么久瘦了多少斤？7-8斤，本来瘦了10斤，后来反弹了一点。哎，你是靠什么减肥的？就是不吃。就是不吃啊。
一天都不吃啊，不是，我是属于我是不吃主食就好。啊，就是米饭啊、面条之类的。对啊。然后我觉得这一次比较吃。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在于我在过年的时候减肥。你们能听见我想要讲话吗？欢迎娜娜进入直播间啊！所以晚上半夜总觉得自己好像谢谢粉丝们送的礼物，有点太对不起自己了，所以后来又反弹了两三天。但还好，其实这次我明显感觉瘦了。谢谢。以后可能见到粉丝会惊叹哇，谢谢华磊，好瘦，没到那么瘦，真的瘦很多。而且我觉得还不够，还差一点。还觉得不够？你的理想目标是多少斤？谢谢梦一豆芽送的 love。刚刚吃啊，那你平时会做一些菜什么的吗？不会，你从来不做饭，你也不会做。不会做。啊，生活里的我总是不做饭的。我可能会下个面，煮个粉啥的。方便面是会煮的。也比方便面要难一点，要难一点啊。然后一般很少下厨。一般很少下厨啊。啊，这是生活里的胡总啊，大家也看到了，就是一般来说煮个面什么的都挺那个的，但是啊，挺那个的是啥意思？那个挺厉害的，你知道吧？然后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胡总啊，这段时间也瘦了很多，呈现一个最好的状态给大家。那其实我们看到你之前参加一个综艺节目，就带小萌娃找爸爸嘛，跟小萌孩在一起是你就是接触什么感觉？挺轻松的吧？轻松。我会觉得自己也变年轻。是吗？因为我在我的世界里，小孩是世界上最麻烦的生物。不会吗？其实你好好跟他说，他是很愿意跟你沟通的。嗯、对，其实我觉得，说的一些可能是说的方式吧。嗯比如说这样不行，可能稍微转换一下，啊，就会比较好的能够相处。啊，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这个孩子缘，就是大家都可以很快的，不会怕的话就做。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能够很好的交流一下。也不叫交流，就是带孩子比较，我就感觉以后我要是带孩子，应该还是比较得心应手啊。所以你通过这个节目，你还是在思考过没？以后你如果你自己带孩子，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这个不好说了，因为自己的孩子，我估计啊，可能会容易发脾气，可能会，因为我有时候脾气上来了也是比较，是暴脾气，啊，也是暴脾气，对，然后。不好说呀，因为但是我觉得，就目前跟别人的孩子这个相处啊，别人的孩子，对，还是比较融洽。就比如说我，其实上次就是那个我们去一趟柬埔寨，可能社员嘛，还是对，还是比较轻松的。啊，没有什么趣事儿嘛，那个去的那个柬埔寨。其实就是热，热死了，太热了，每天都感觉40度。热的我啥都忘了，热的什么都忘了。对，其实就是每天跟小朋友吃吃喝喝，然后主要是带他长大了。是的。哎，其实我们知道，是我看你微博上自己也发了，说哎呀，我快30了，是吧？这个没有人呐，人到了某一种年龄段嘛，都会有一些小目标。所以你快到30了，那30岁的目标，小目标是什么？有没有想过？怎么样叫目标呢？先挣1亿，就是我的30岁的目标。我没怎么刻意想，我因为我比较算是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是吧？哎，你会有年龄紧张感吗？什么？就紧张感会有吗？其实没有啊，但是每次就是一说到我是看到数字，我可能会有一点紧张感，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紧张感是什么，然后就没有。对，然后就是一看哦，27了，快30了，但是也没觉得。自己有很老，只是觉得这个数字摆在那儿，然后把这个数字，反正一说这数字就没什么压力嘛，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还行，还行是吧？那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这个艺人啊，可能会往很多方面的发展，当然不只是就在演艺的方面，可能会有也许开餐厅啊搞一些什么科技类的东西，你会有这种打算吗？科技的，对，比如说做个电玩啊，做个这个网络游戏啊之类的。目前还没有想过。如果你选择一个方向的话，你最感兴趣的什么方向？餐饮啊，或者其他的东西？餐饮应该我不会做吧。因为你也不会做饭。其实我会吃。对对对主要是，我应该做什么？
作跟这个还是跟艺术有关系的吗？也许会做生意嘛，但是还不知道会做哪一方面。啊，对。啊，但是我对这个这个收纳比较有感觉。收纳是吧？对。虽然我自己不会去动啊，但是我会哎，这个摆哪儿，那个摆哪儿，或者说怎么去给它规划一下啊，这个我还是比较有感觉。有感觉行。而且其实我看到很多就是有时候看你 PO 的照片啊，其实之前大家都是清泉王子嘛，对吧？形象都非常暖。后来我看你那张照片啊，就是打扮的特别摇滚或者是嘻哈，现在中年男子，现在中年男子，潮男潮男。哎，这种形象上的设计会不会让你在音乐曲风上也会有所在往后的日子有所想改变一下或突破一下？其实每在唱歌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我还是愿意接受新的一些，就是没有尝试过的曲风啊，包括一些类型的歌曲，就是我还是愿意去接受的啊。但是不会说我刻意的去找，或者说去做这个事情啊。如果说哎，今天这个歌到我这儿，我觉得这个我没有试过，没有尝试过，那我很愿意去尝试。就水到渠成的事儿。因为我其实可能性格也是这样。不会排斥新鲜的东西啊，然后我都经历了，都尝试了，我觉得也不一定，对吧？万一就是哎，今天唱摇滚，我觉得特别适合我，我马上变成一个摇滚中年男子。摇滚中年，你现在定位就是中年男子这四个字。其实我这么说吧，大家反而觉得我小。嗯哦，这个是吧？总有一个这个反向思维。其实我们知道这几年红下一个很多的电视剧和电影唱歌了，我很好奇一点，就是啊，咱们给这些电视剧、电影唱歌，你会私下会追这些剧吗？就你唱过的，你会去看吗？啊，会，其实我会去看的。比如说我们最近的嘛，《漂亮的李慧珍》也唱了，你好。啊，对，那天我那天其实我在家的时候，我没有刻意的追，但那天我看我爸在看。你爸主要是唱歌，我爸不知道你歌了，真的呀。然后我爸在看我说你看什么呢？啊，他说我看这个。我说这歌，我说这个后面结束的歌我唱啊，是吗？他都不知道，不知道啊。对，都不知道。对，后来他才刻意的去听的。刻意的，这是我儿子唱。他听过这个歌，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歌是在哪个地方。对啊，对，然后我就跟他分析了一下。对，分析是自己唱的。对，所以我也跟他看了一会儿，就是看了几。哎，其实啊，就说到这个灰姑娘啊，哎，你生活中也渴望遇到这样的灰姑娘吗？这个东西吧，没想。没想过。啊，就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你要真说我想要什么，那我觉得应该27了，应该希望能够快点有下一段恋情。这是算你的目标了，是吧？其实也不算目标，这个东西还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嗯，你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人。对。这样其实没有压力，给自己也没有太多的这种烦恼，想的多反而烦恼。其实我还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微博上 po 过你们团队的照片，穿着白 T 恤。啊，今天有位哥哥穿着白 T 恤来了，我们大家就介绍一下咱们的团队吧。我看核心团队。今天没有齐全。没有齐是吧？没有齐全。有很多的网红战胜那个团队。哦，对，那就是有一个粉丝。那个师傅来了没有？师傅没出现，没出现是吧？师傅比较高冷。这是个怎样的团队？这么有这吸粉的能力？因为我们其实大家都是这个颜值担当啊，没有说有什么拉低颜值的这些。把他拉出来。在后面吧。小红，你要上来吗？啊，你来来来来来，还有我们这个黑 T 恤，黑 T 恤也是啊。看看是不是？大家觉得是不是呢？啊，一片沉默。也是看不到正脸，后期都会把那个照片贴到啊，不要吧，我怕他们不愿意。我怕他们慌。因为这都是我的秘密武器，不能随便跟你们分享。是吧？都是我的艺人，开玩笑。先做剪影，都是我的艺人，对，都是我签的旗下艺人。平时生活你们的有趣的事多吗？就讲的，搞的是什么什么的。哪类搞？就很多类，就是什么样的类型都行。哎，一般是你搞他们，他们恶搞你。也，这怎么接？这种其实我觉得大家都，
兴趣爱好比较相同啊，我们有时候会几个人一块儿打游戏。嗯，打游戏啊。对对对。然后，对，然后看电影啊，干什么？其实大家经常都是一块儿行动。嗯嗯。啊，就有个伴儿，我觉得挺好。对，有这样的团队挺好的。那你得快点远离他们，不然的话，你这个啊，三十岁之前脱单的愿望。啊，没事，就是大家都，其实他们都有女朋友。啊，都有女朋友。啊，有时候动不动就哎，今天来不来？不来，约会去了。就是这样的，就是撒狗粮了，是吧？啊，最后比如说有时候三个都不在的时候，好家伙，剩我一个人。真的是孤寡的中年男子。对对对对。好可怜，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忘了。怎么回事？你旗下的艺人怎么是这样的？脱离一下。那今天我们考虑到就是生日嘛，我们说到这生日啊，其实有很多粉丝想送这个礼份心意。嗯。今天我们现场也来到了三位粉丝，我们请他们上来好不好？来，我们的粉丝呢？好，来断一下，这时候断一下，然后宇航先把那个礼物，那就一会儿最后的时候来。其实我是不收礼物的。嗯，对，收礼只收老白金嘛，这是我给啊，这样不好了。没事，然后我们就打破了我的。嗯，基本上。你可以下来，对，我下来也不收。青龙，哦，青龙。那换机位是吧？因为这次我们准备了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小活动，然后因为以前的这种默契大考验呢，然后都是他们来猜你啊什么之类的，你现在是你会说你的习惯，你还是跟他嘛，就运哥跟啊，就是说，好，对，这样会比较好玩嘛。现场是粉丝，有粉丝到来。不是，再看一下这里。这里。这儿。粉丝吗？东西卡了，别紧张。送的是车吗？对。天哪，还有钱，粉丝。这是一个玩具车，有你们认识的吗？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看直播的朋友们，有你们眼熟的吗？现在是专访中途，休息一下，然后互相再补妆。节奏稍微紧凑，话带，话带，话带收口讲。三、二、一。好的，欢迎我们的三位粉丝，欢迎。看到没？谢谢感觉。啊，其实今天我们有个环节叫做“无下知多少”啊，三位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啊？可能需要。这是我们节目组请来的，花钱是吗？没开玩笑啊，我们这样啊，我们今天的游戏呢，互相你们来完成的。只要三个人联合起来答对五题以上，我们就会送你们一个签名的海报，是吧？你们签名海报应该很多吧？多吗？多是吧？还想要吗？他们给我好了。不多。好，那就加油了，好不好？好我们把这个出题的机会给胡相了。来，吴总，你可以开始出题了。这个题没啥意思。没事，太简单了是吧？您自己加呀。算了，还是按照这个吧。我怕加了一本过不了。没问题，没问题，因为我们录播嘛。你听见了？完全没问题。他刚刚转头好像你没有在看我们这边啊，来吧。好，第一题啊，我是几岁开始弹钢琴的？六岁。这不用抢答，一口同声了是。好。第二题。这个，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在哪一年？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夺冠。哇哦！
下一题。哎呦，这个答案是真的吗？话筒，你一会儿要偏一下。哦，好的。我的这个，我按上面的说啊，我的第二张专辑叫什么名字？燃点。燃点。错了。啊？第二张就是燃点。是吧？啊，好，我就都是你，我的天，我给你看错了，我也说，哎，那你看哪儿去了？对对对，我有点慌了，我是错了，这边是铁粉，我以为我看错了，你知道吗？我自己的专辑是什么，自己都开始懵了。来来，第三题。我演唱的第一首电影的主题曲叫什么？那些年。哎，这个你说，你不是你该说的，那些年，你该都说的不是，说十个人不错了，太逗了，粉丝了，好，算你们答对了，那些年，多少年，哪年的事儿？2011，到底2011还是2011？2011是吧？嗯，好，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那些年，我一年长大的，2011年，看的是那些年我追过的女孩。对。因为你忘了，你那些年的时候，你专门当初我们在成都台的时候做另外一档节目，你还过来做了歌友会，那是第一次，是我第一个录的艺人。啊，真的吗？当时刚上档，刚上节目。我的天，不要紧张，他上档了，怎么回事？你别上当啊！啊，来，我们继续下一题。哎呦，这个好像有点多了。嗯。请说出五首以上由我演唱的电影主题曲。我唱了这么多吗？嗯，一个人来，一个来，是吗？来，电影啊，一人说一首，一人说一首吧，你先说。那些年。这个占便宜了，不行。伤心童话。伤心童话唱的啥歌？伤心童话。嗯，很棒。这也太厉害了。第二朋友。放下。放下。四大名捕。四大名捕几啊？四大名捕可多了，除了一二三哪一部啊？二三啊，确定一下哦。我确定。确定是三是吧？确定。你觉得呢？是二。完了吧？答错了。答错了啊！来。三是无情。哦。我们记得无情。啊，都一样。不解释了，反正答。四大名捕。不，好，错一题了啊！来，下一位朋友。同桌的你。大声点，我听不见。同桌的你。唱啥歌？同桌的你。嗯，好。来，再哎，你答对我。替我跳舞操。哎，是哪一个？我是女王。你是谁？我是女王。哇，很棒很棒。你是谁？好，最后一个。四大名捕三无情。太棒了！那你的粉丝智商都是蹭蹭的呀。那必须的。好，来，好，恭喜你这个题答对了啊！嗯，很棒，你在我的放水之下。已经有五道了吗？啊，没有。啊？差一道呢。刚才那个说错了。这样，再多一题，然后不一定是这上面的，不一定我们来出一道。你出一道吧。我想想啊，有什么问题呢？穿的啥色的袜子，知道吗？给我一个想法，比如说。来，这张图案。比如说，女娲王者荣耀最喜欢玩哪个英雄？啊，南太国，我自己的。最厉害，王者几星？嗯。你小时候住的那条街叫什么街？谁知道？你自己真知道吗？我自己都不知道。知道区域是吧？你看他都知道你住哪。街道，我自己都不知道。我问一个。这个环节在我问一个。我三岁的时候住过那栋楼叫什么名字？好，他三十岁的时候住过的楼叫什么名字？楼还有楼字吗？楼字宿舍。老师宿舍。三岁，不是广西大学的那个校区吗？对啊，就是教师宿舍啊。对，那个叫什么名字？逸夫楼。什么楼？逸夫楼。住在图书馆里面。不是，好了，这题过了，我这题过了。别沉默了，是吧？我忘了叫什么名儿，但你还真记得他。我知道是在哪里。你还是知道是吧？啊，你还去过呀？10年去过。我的天哪，你是要干什么？你是喜欢吗？不是啊，因为那个红楼沙店的时候，大家当观光旅游，所以他们三个都熟，都去了，其实三里都去了，都熟是吧？对，我其实都见过，是吧？只是他越来越胖。
哎，印象更深刻一点，因为每次见，哎呦呦，胖一点。这好吗？你偶像这样说，你觉得好吗？他其实越吃越胖，我越说他越胖。对，他每次说要减。不，我现在减肥了。你可拉倒！你减肥呀？我也没看出来呀、啊，这事儿。你看出来了吗？我没看出来。我真的不信。加油哈！加油！加油！这个问题就算了吧。就算了吧，算了吧。就算我们过。因为最后这个问题呢，我自己也没想明白。行，我们这个。但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厉害的，其实当了这么多。对，我也觉得非常厉害，所以我们还要把我们的礼物送给他们，对不对？好，一会儿我们把礼物送给他。那我看了三位呢，精心带了这个礼物来，是吧？哇，一个个来送吧，好不好？这是送的啥？这个其实不是我准备的。这个是一个虾米，他准备的一个自己去雕刻的。自己去雕刻的自己的什么？一个雕刻的一个海贼王的，胡轩很喜欢的。哦，自己雕刻的。纸板灯，它是剪出来的是吗？这是个灯嘛？对，是个灯，你可以。要有那个，对，要有那个充电宝。没事，我没事，等我回去再开，好不好？对，你可以。好，那你亲手把它送给胡轩吧。谢谢谢谢。谢谢我粉丝啊，亲手雕的呀，这份礼物都肯定好的。好的好的，是要拍个照出来啊！一会儿我再还给你。不收礼物的胡总，来，谢谢我们第一位粉丝，谢谢，来，先往哪儿吧？啊，来，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同款娃娃。同款娃娃是吧？你觉得像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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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单眼皮怎么做的？谢谢，其实还是蛮像的。蛮像是吧？好可爱，来，咱们照一下。像吗？我给他拿出来，可以把它拿出来。把公子。可以拿出来吗？可以。这样。好。来，三二一，胡夏的同款娃娃，谢谢我们这位粉丝，谢谢。好，谢谢。好，来，下一位粉丝，谢谢。来，这是什么？我刚刚看的是一辆车。啊，这是什么？真的是一辆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胡夏是挺喜欢车的。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你也不太就送了一个你也不知道哦，这是电源，一个转换器，插电的那个。对，我看一下，我知道。这车能开吗？你觉得呢？我觉得可以。要不借你开一下？我借你去兜一个，兜一个一圈是吧？好了，是这可能拿都不出来，这样吧。这样吧，好，来，来，商量一下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我们这位粉丝送的车，送的车，感谢在直播，谢谢您送的车，谢谢，谢谢三位粉丝啊！当然，除了这三位来的这三位粉丝啊，然后呢，我们其实没有来到现场的朋友也准备了一份礼物，是通过视频的方式，我们给胡总看一下啊。你的粉丝都太有心了，我们说不放就不会做这个节目。来，真的吗？哎呦喂！不好意思，你边看的时候边那个，刚才就点到铜头了。边看的时候边专门征集粉丝，然后做。你看说。我们的编导这一期也是很用心，给你准备了。哦，哎呀，真的是。Hello， 胡夏，我在。好像我过生日那一天都没有人。生日快乐！滞后了。生日快乐！生日快乐！07年，不是，等一下，你们是故意的吗？02年，哇，是07年啊！等一下，我一定要听一下，这到底是几年？到最后吧，是吧？你听啊，是不是？二零一七，我怎么听的是07年？二零一七。对啊，07年。2017。好了。哇，感谢。我们不会这样，你放心。谢谢。哇。是不是很有感觉？对，这个是07年生日快乐。大家的一个 VCR 啊。嗯。好啊，谢谢。这些人你不认识了，我想他们更熟了吧？这都是来自各地的全国各地的粉丝，我们征集的节目，当时要录你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请胡夏，所有喜欢你的粉丝朋友们啊，再说几句好不好？啊，几句吗？你想说一段也行。几句，我说什么呢？其实也不知道说什么，因为好像很多的情况下都会要求，非要求，就很多情况都会被要求说几句，但是其实说实话，我不知道该说几句什么，啊，就想说就是谢谢。
那你到现在很多年了。嗯几年了呀？七年了呀。不是，八年。八年。八年。九年。啊，真的，从我到北京到现在都已经九年了。是的。啊，所以很感谢，我觉得是很感谢大家，就是啊，每一个节日啊，我都会收到祝福；每一个生日啊，我都会祝福啊，所以是很感谢的，就是感谢大力度陪着我。谢谢你啊，虽然你越来越胖了，这还不客气，但是呢，我依然不嫌弃，所以就是很感谢，对，所以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作品能够让大家听到，包括我前两天还录了首新歌，对，也会在这段时间就会，对，是跟大家见面，也是一个电视剧的，可能马上要结束了。好，我觉得其实今天很开心，因为我们很少录节目会把粉丝和艺人都请到一个场子里来，证明我们胡总是一个非常亲切、平易近人的人。谢谢大家送的礼物。我们准备了一份礼物，我们新来收的礼物，里面是什么？你自己回去拆了好吗？我刚才听你说了。什么？火锅底料吗？火锅底料。你也是啊！我是不是对不起了？好，一二三，再一次。哇，这么大一盒，真是。是什么东西啊？是非常棒的东西，是补身体的。回去就干吃，干吃，干吃。谢谢。好了，最后我们来一起啊，再一次啊，祝胡亚生日快乐，好不好？三二一，生日快乐！谢谢，感谢。好，直播结束啦。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啊。聚焦影视，汇集星光，这里是四川影视文艺频道影视新版湖。大家好，我是胡夏。好。喂。好啦，直播结束啦。几张签名照片。好嘞。对啊，他们就要获得你现在签的照片。你们想要吧？要。来，给我。不行。帮忙！为什么你弄了这一张照片？我也想做。我有这么多最新的照片，为什么弄不了？因为咱们组都是零后的人。这个是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啊，真的吗？